好，尊敬的各位法师，尊敬的各位菩萨，大家晚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好，那么我们还接着来学习呀。昨天我们学到，初者善恶掺杂，久者为善无恶，故能转无福为有福，转不寿为长寿，转无子孙为多子孙，现生幽禄圣贤之域，报尽高登极乐之乡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就是讲了我们每时每刻呀，起心动念哈，这个要检查自己呀，是善念还是恶念啊？每天我们的行为呀，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啊？要来对照自己啊。那么初发心的时候呢，就是善恶呀掺杂啊，就像念佛一样啊，念不下去呀。为什么？净念跟染念呢混杂在一起。那么时间长了呢，功夫深了呢，哎，唯纯净念啊，染念就自然的消除了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对这个善恶的后面的报应啊，要知道。要明了善恶因果报应，最重要的是呢，要知道什么叫善，什么叫恶，万万不能把这个恶呢当作善，把善当作恶，那就是愚痴颠倒啊。所以世间出世间的学问呢，无非是教我们辨别善恶，辨别是非，辨别真妄，辨别这个邪正，这才叫学问。真正有学问的人呢，他才能够啊转无福为有福，转短命啊为长寿。这几桩袁了凡先生呢，他都应验在他身上了。了凡没有福报啊，寿命也没有，他命里面呢也没有子女，这些他都转变过来了。这是说的世间法，我们不能轻视啊这个世间法。为什么呢？假使世间法里面我们都要求的都求不到啊，还有障碍转不过来，那么出世间法呀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了。因为出世法的善根福德要比世间法的善根福德高得多呀。自己已经受了戒了，戒就是法，我们所依的，依戒依法不依人，要懂得我们是依人不依法，所以修来修去呢还是那么傻呀，愚痴。修行人一定要知道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啊，依法不依人。在团体里面呢，那么他有规矩，要遵守规矩。为什么要遵守规矩？啊，要依戒法呢？哎，帮助你格物。帮助你放下，你放不下，你就在无常里面，无常是生死里面的，你看得不看得破放得下，你就证悟真常啊。所以说修行不是儿戏，不要整天的吵吵闹闹的。那么一个团体呢，它有负责人，就听负责人的，错是他的事儿，
那我们不是负责人，我们是后学，后学就要听学长的，在家要听出家的，小众要听比丘尼的，这是规矩啊，就像学生要听老师的话一样，不能颠倒了，颠倒不是错乱了吗？那他说的不对，你怎么知道不对呀？你小学生说大学生不对，你不有罪吗？为什么？你怎么知道人家不对呀？人家大学呀，你学了吗？你没学，你不懂啊，没学不懂，问明白再说话呀，不，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很麻烦呢。修行人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就是怕造业。而我们呢，话啊，不去三思，想说就说，这是不负责任，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，也是对团队团体不负责任。所以说能做一个轻重啊，是修来的福，听没听懂？你能做一个轻重，你是修来的福报。为什么？轻重，清清静静的大众无事儿。要管事那个人呢，他有能力，要知道，你没有能力，你敢管事吗？好事都被你办着了，我是深有感触啊。有一些人呢，他就爱管事儿，真没办法。他管完事以后，那事儿小事就管大了，好事就给管坏了。成佛的事被他管的呀，六道轮回去了。为什么？他不会管自己，不会管自己的人就千万不要去管事儿。你管事儿全是我执我见，造了业了。俗话讲的呀，要认命啊，我们命该如此。如果单单讲认命，这是很消极的。虽然消极呢，给诸位说，真能认命，他不造业了。比那些不肯认命的，在跟命运挣扎，再造无量罪业的人呢，还是要殊胜的多呀。说认命的人呢，知道啊，我的命啊是数世造的善恶业得来的。我今生就不要再造恶了。有很多人说呀，我来世我再也不投胎做人了。为什么？我今生命这么苦，来世我决定不来了。那么不肯认命的人呢，他要跟命争啊，命里没有他总想有啊，然后还不懂得去修行啊，去修善呢、啊，又造罪业了。佛法不是消极的，而是教我们如何来改造命运。在座的各位呀，我们都要学会怎样来改造命运。改造命运就是要我们积善改过，谦德，不要那么犟啊，刚强就是犟。犟和刚强的人呢，叫固执己见。你自己错了还不知道，总因为自己对，我正，这个就是固执己见。应该是入佛之见，跟佛学，跟圣贤学，不可以有我知我见。所以我把我知我见去掉，
你的命运就改变了。如果你能够跟佛学入佛之见，你就是佛。有这难吗？最重要的是把我执我见放下，不容易。昨天晚上我不跟讲吗？我们最烦恼的是别人管我，而别人管我的时候，正是在破我的我执我见。要搞清楚，谁来破你的我执我见，就是管你的人，挑你毛病的人，你没毛病也挑你毛病的人，那个人就是你的老师，来考验你，看你有没有我执我见。那我执我见一大堆，说一句话就蹦高了，那人谁能教了，谁能护持了啊？现在这样人可多了。所以末法一人修行害一人得道，为什么都是我执我见呢？这还了得吗？这学佛法干什么呀？教我们怎样来改变我们的命运呢？只是我们改变命运正确的理论与方法，这就是佛法呀。我们看了凡四训，了凡先生多么积极呀。原了凡先生举心动念，所作所为积极的在造，照命啊。改造自己的命运啊。这一点我们要懂得效法呀。学了凡四训干什么？学他怎么改造命运的。人生难得而易失啊。佛经里说是须弥穿针。这是讲机缘的不容易呀。须弥山很高，从须弥山顶放一条线，在山下放一根绣花针，那条线下来刚刚好就穿进了针孔。诸位想想看，就是放100条线，有没有一条能穿进去的？不要说须弥山，就是说我们这个涅佛堂，若从窗口啊上垂一条线，底下叫一个人拿一根针来穿穿看，看看能不能穿进去一条。佛告诉我们，人身失掉了，再要得人身，就像那须弥山上穿针，刚刚好穿进去。须弥山多高啊？不知道，可能我们都看不到，都看不到它的山顶，没法看的。多高啊？须弥山上啊，放下一条线，在须弥山脚下有一根绣花针。我们得人身闻佛法的机会，就好比啊，须弥山上放下一条线，然后把那针穿上，容不容易？啊，就这么不容易，所以我们大家还不珍惜。跟诸位说呀，那不是侥幸啊。经上给我们说得非常清楚，在这一生当中，五戒不缺，来世才能得人身啊。五戒单单讲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这些戒条听起来很容易懂，实际上呢，并不容易呀。这里面有微细的形象，有开
遮持犯。如果不明了，怎么能守呢？怎么能持呢？所以称为戒学，要好好的去学习呀。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啊，我们是受了三皈依的，在家的佛弟子啊，三皈依好比是头，五戒就是足，你受三皈你就要受五戒。五戒就是最基础的保护三皈依的，要听懂了。所以说我没有戒，我受三皈依没有戒，那么你这个三皈呀，能不能圆满呢？没有戒法来保护你的三皈依体呀，你怎么能圆满三皈呢？因为皈依佛是觉，皈依法是正，皈依僧是净啊。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净而不染啊。我受三皈依了，道理不懂啊，三皈依的真意不懂啊，然后还杀盗淫妄，诸恶都做，那不就是染的吗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执着六尘境界，染污啊，染污就叫迷呀。说戒是保护你这个三皈依的体的，有戒法才能真正的觉呀，才能不迷呀。我们学佛忽略了戒学，三皈戒五戒，还有我们所说的那么多戒律，我们忽略了。我们忽略了戒学，其实我们就是在那盲修瞎练。为什么？迷邪染呢？纵然受了三皈依还是迷邪染，为什么？做不到，没有法能做到吗？知道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净而不染吗？所以要认真学习三皈依戒五戒，这是最基本的，基本的都没有，就是没有基础还谈什么修行啊，这不是骗自己吗？不杀生里面包括什么呢？应当怎么做呢？不偷盗里面包括些什么呢？不是说我没有当小偷，上面所讲的凡是用欺骗手段来的，如耍花样使人家来供养的，都是偷盗行为。这些微细项啊，真正是难持啊。今天有一个吉林松原的居士给我发信息，跟我说呀，说是不是你们大悲谷是有一个某某某一个师父啊，你们派出来的？然后呢，在我们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女的跟丈夫离婚了，有一个大别墅啊，请这个出家人在这里面供养，每天有一群女的跟着，还经常出入歌厅什么酒店的。他说还自称是你什么什么学生什么的，他说太丢人了。然后我说那是谁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们也没冒外派人呢，不是我们寺院派出去的呀。你看人家居士就说了，到底是真的假的我还没落实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因为我们没有往吉林那边派人呢。那么他这样的行为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？没有关系，
打着你的旗号去的呀，也扯上关系了，把我们不害了吗？你看你做一个人天师表啊，你怎么做的呀？为什么男众不能联系女众，女众不能联系男众呢？为什么不能住居士家呢？尤其是单身女人家，男能住吗？啊，不招来鸡血吗？就没事儿，也不是那么回事啊。所以人家找我来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也不是我爹，是我爹我也管不了，跟我没关系啊。那各位在家居士们要怎么护持出家人呢？你要搞清楚啊。我们连五戒都没守，咱出什么了？出啊，出哪儿了？是出了，从这儿出又入那儿了。我不愿意谈这个事儿啊。公修功德，婆修婆德，不修不得啊。说那你有责任呢？我有什么责任呢？有责任应该是佛陀有责任呢，他创建了佛法吗？那他有责任呢？他有什么责任呢？佛法叫你修行，叫你持戒，叫你了生死出轮回，那佛有责任吗？有过错吗？我们建道场啊，让大家来这里面共修，觉悟成佛，你非要去作恶，那谁又能管了呢？谁能跟着谁的身后天天去看着你去呢？你是谁家大爷呀，还是咋的呀？你是领导又保镖还是咋的？你一戒一法就是保镖，就是护持你。说你不一戒法，谁能管了你啊？为什么说不让出去呢？啊，你发心修行，在道场里面不是随便乱跑的呀。这个时候多乱呢，法门多。正法的法门也多，邪法法门也多，外面邪道老多了呀。你还没学明白，你出去就入邪道了。我们像我们听课听经啊，讲的不是究竟的啊，不是讲善恶因果，讲究竟的不听啊。为什么？耽误事儿啊。你听他讲那干嘛呀？讲一大堆没用啊。为什么？不究竟不了义呀。你扯了一大堆不是明心见性的念佛成佛的，你哪有时间听他说呀？把时间都浪费了那些无意的事上面了，真正有用的没学，不把你自己耽误了吗？有一些人呢，哎，还要我发心这样那样的人，做的时候呢就违背这个发心，谁也管不了啊。这些人就是波旬派来的，来破坏佛教的，你们都要清楚啊。不依戒法修行就是波旬派了，波旬的子孙来破坏佛教。你最起码的三规五戒都没有了，你不就是穿着这套衣服来破坏佛教的吗？谁是波旬的子孙？问问自己，你持没持戒？受戒有没有守戒？受戒我还不守戒，我就让你破坏波旬子孙，太多了呀。然后还口中振振有词，专门欺骗大众，想尽办法去攀缘、化缘、敛财、敛物，这通通都是波旬子孙。佛法是清净的呀，所以做居士们眼睛要开智慧眼啊。修行人更要开佛眼啊，开
正法眼障啊，明辨的这个是非善恶正邪真妄啊，理事因果通通都要明了啊。最重要的要明心见性啊，了达实相啊。人生这么难得啊，机会不是很多呀，一时人生万劫不复啊。你想一想啊，得人生犹如须弥山上放下一根线，山底下有一个绣花针啊，还给它穿上了。你想一想多么不容易啊，为什么不珍惜呢？你受戒，你守戒，你就保住了你的人生。你具足众戒，你就证圣果啊。你证圣果，小乘圣果，一发菩提心，你就是菩萨呀。我们没有戒行圆满，那证什么果？我们的行为做错了，让大众去诽谤啊，让大众照诽谤三宝的罪下地狱，你还能好吗？因为你的行为让大众照诽谤业，诽谤三宝的罪业，你还上什么极乐世界，成什么佛去？这个事儿不是儿戏的事儿啊，你自己发心要做这个事儿，然后你自己还不按照这个戒法去做，那你不是坏事儿的吗？这套衣服不是随便穿的呀，所以要老实，不要乱跑。出去危险呐，大家不会护持啊，这护戒。谁懂得护你的戒呀？你自己再不懂护你的戒，别人哪懂给你护戒呀？你说你不麻烦了吗？你没有戒你怎么能清净呢？怎么说都听不进去呀，专门就是来害自己的呀，大有人在呀。所以你们出去不要打着大悲股市的旗号，更不要说跟我有什么关系。我们现在还没有派人出去啊，吉林呢我们没有派过人去啊。哪个人在外面说跟我们有关系，那就是假的，哎，我们不承认啊。所以在道场里面共住呢，我们要持戒啊，要学戒啊，时时刻刻呀，不管到哪里都要依戒法啊来护持自己的清净心啊。那么这个偷盗啊最容易犯啊，尤其在道场里面，大家不要到寺院里面来认为寺院里的东西就应该给我用啊，你要认为呀应该给你用，你就随便愿用，随便去用，你就属于偷盗，勤损常住物。道场里面允许你用的，你可以用；没有人允许你用。你说我来挂单，我要去领库里的东西，不可以。要听懂，我来寺院挂单。我要去藏住领东西用，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不是你的，你没有份儿。藏住有份儿，藏住还要看啊，是义工啊还是出家人呢？出家人说藏住提供给出家人了，出家人可以用，藏住没有提供给你，你也不能用啊。你用了，你也是盗藏住物，叫侵损藏住。那么道场里说了，出家人的
啊，衣服饮食啊，一切都有常住提供，那你就可以用，否则的话也不可以用啊。那么居士更要谨慎呢，用常住物不能损坏，不能据为己有，也不能带走，带走了属于偷盗，偷盗一个人的我就还他就完了。勤损常住，偷盗常住物，三宝物，这个佛都帮不了你，忏悔不了啊，那生生世世的去还债去。为什么十方三宝物是十方大众的呀，你怎么还呢？说来这里面你要慎言慎行啊，就说哎呀你这个事我告诉你，其实也能帮你，你去那儿吧，都不行。人家来是学佛，来通过修行来化解消除这个冤业，消除业障，你给人指点去看大仙去了，去看外道去了，你罪就大了。所以说为什么要少说话呀，做事得谨慎呢。那东西不是随便领，我随便领回来用，不是那样的，懂得修福培福惜福啊。那不要钱你可以随便用吧，造成浪费呀，那罪就大了呀，一草一木都得爱护，这是最起码的，都得懂啊。在家里面父母的钱财也不能随便挥霍呀，何况是大家布施来的，一定得慎重。你看吃饭的时候啊，散落 一粒米啊，马上就要捡起来吃掉，吃掉啊，不能浪费啊，那造业呀。所以偷盗它的果报是贫穷苦楚报，就是地藏经里面讲的。所以我们不能造偷盗的业，就是说不与予取啊，这个东西呀不是你的，你也没经过这个主人同意，你就把这个东西据为己有了，就是不予予取，也不可以呢去占便宜，心里想着要占人家便宜也不可以，也属于偷盗啊。那么学戒呀，那里面讲的就很细致的很清楚啊。为什么你要学戒呢？你才知道你造没造业，造业就有障碍，就业障嘛。我们天天在干偷盗，还以为我持不偷盗的戒很清净的，谈何容易啊。换句话说，凡是有意无意侵占到别人的财物，就是偷盗的行为，就是犯了偷盗的戒。大家在一起呀，不要因为混得很熟就可以随便拿人家东西，或者把人家东西呢给改变了位置，都不可以。就是有主的物啊，一定要经过主人同意才能动，否则是不能动的。戒律的这些细项啊，我们不知道，犯了还不晓得。所以持戒不是简单的事情，五戒要能条条不缺，能达到60分以上，来生才能得人身。五戒怎么修呢？依功过格去做，就是我们，就是教我们受持五戒。
不照功过格修五戒，怎么持好啊？从前的功过格有三四百条之多，太繁琐了，也不容易受持。古大德再把它归纳简化，大概有一百多条啊。我们能照着这个修学就很好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呢，如果不能够啊，自我的醒察啊，就是觉察，那么我们就要用戒法来啊修正自己。我们不妨呢也去请功过格，每天对照自己修行，使我们的行为都能够啊由恶变成善，啊由善呢变成纯净纯善。有的人说了，那我是修净土念佛法门的，我还用学这些吗？你的心行都不善，你念念佛就叫口念弥陀心散乱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我们全体都犯这毛病，用乱心去念佛怎么能清净呢？如果我们的戒行啊有了功夫，那念佛就相应了。所以要持戒念佛，千万不要忽略了戒律呀。佛教最注重的就是戒律呀，没有戒就好比盖楼房没有基础一样，成就什么呀？怎么能成就呢？不持戒就是犯戒，你想一想，你都不懂戒怎能不犯戒呢？戒条一条一条的你来对号，叫懂戒，然后都知道了，然后一条一条的我就来做，不犯了，不犯戒不就清净吗？你不懂戒每条怎么吃，开车吃饭，那你当然了，你不懂啊，你就犯戒吗？你修戒定慧度贪嗔痴，你不懂戒你怎么度贪嗔痴啊？那没有戒定慧你就是贪嗔痴吗？所以每天啊，任己见昧理真，放逸懈怠懒散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这怎么修行啊？持戒修行，持戒才是修行，我们没有戒那叫什么修行啊？就是学戒搞得乱七八糟的也对不上号啊。所以大堆三规没有，五戒没有，十善也没有，这都没有还谈什么？有是什么烦恼是非人我一大堆，能成什么呀？由助是替利自己，警惕自己呀，要知道人身难得呀，得来实在不容易呀，既然得到了就要好好的修行，不要把这一生空过了。所以你学佛啊，要知道愿是度一切众生，但是先要改自己的过，认自己的错。你不能改过认错，那就是不善呢。你对自己都不善，你的愿什么时候能满呢？还度众生，你都不善怎么度众生啊？你都不觉怎么去度众生啊？你不觉你度的众生不都是以盲导盲吗？都给您误导了，
其实我跟大家上课学习呀、啊，我都有资料，我可不从来不是我自己站在做这句话，我就哇哇哇的一顿说呀，谁敢啊？老和尚也是性而好古，素而不作，孔老夫子也是啊。为什么呀？一旦解错了，不误导人吗？我其实不愿意上来跟大家学习，那你不慈悲吗？小心谨慎呐、啊！你以为我愿意来啊？不是啊。这一天没事多好啊，这上课都是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愿意做，但是有责任呢、啊、你不来做，那初学同学他不懂啊，离开这个门他就去求去了，这烧香那磕头，这求神那拜仙，不知道命之我立，福之我求啊，那就得学呀，谁领着学呀？人都害怕，怕说错了，怕误导人，怕造业来世受报，谁也不愿意干这事儿啊。就我胆儿大不怕死啊。哎呀，但是呢，胆大不怕死也没有用啊，累死你也没用。为什么？东耳听西耳冒，还是老一套。现在的人都这样，都皮了呢，都成皮条了。人家是闻鸡信兽，依教奉行。佛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，依佛嘛，教法如法行持，不用天天去转你耳朵告诉你，不用谁告诉你啊，你受的戒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你听的经法你自己不知道怎么觉吗？还让别人看着你吗？哪有这事儿啊？现在人不行喽，管也不是，不管还不是，怎么能都不是？所以说大修行人呢，就上山上了，上山上了，找地方去闭关去了。谁管呢？谁能管了啊？自求多福啊！自己不愿意修善，怎么能有福啊？所以趁着身体康强的时候要努力，求一条自心自救的道路啊！如果这一生没有修成功，人生就失掉了，那就不晓得要到哪一生哪一劫再能得到人生啊！一时人生万劫不复啊，你想一想啊，用劫来计算还是万劫无量劫呀？想一想，就像我刚才的冒汗呢，你知道吗？一身冷汗呢，一口气不来就叫失去人生。我们现在在人道不行人事啊，闻到佛法不行佛事，就叫失去人生了。不是死了以后失去人生，现在你就失去人生了。因为不有人骂你吗？你看那不是干的不是人的事儿，你看你做的那不是人的事儿，你还是啥人呢？这就失去人生了。虽然是人生，但是做的事儿不是人事儿，那来世还能是人吗？现在人就骂你不是人了。因此呢，我们学佛要从根本上修，
如有时间，大乘经典也要抽一些时间来看看。啊，基础啊打牢以后，再来学习大乘经典。为什么呢？大乘经典呢，可以破除我们的疑惑呀，增长我们的信心。因为大乘经典讲了义，讲实相的，讲明心见性的。在理论上，大经大论讲得透彻，像华严经、法华、楞严、深密、涅盘这一些大经啊，有机会要涉猎涉猎。至于修行，还是要从了凡四训下手。为什么我们要多看大经呢？多听大经呢？是为了增长学问，才不至于啊得少为足。尤其是华严经，此经所讲的要义就是事出世间法没有两样。我们不读大经啊，我们就偏在一边了。读大经才能圆融无碍呀，事出世间法圆融无碍。为什么是一不是二啊？例如在《甘露火王》里啊，这一章讲得很明白，这是《华严经》里面的《甘露火王》这一章讲得很清楚。做一个国王，应该作为众人的君亲师，对于全国老百姓所做的善与恶，他要负很重的责任。如果全国老百姓都行善业，这善业的功德是归于国王的领导有方，所以国王所得的福报啊是不可思议的。但是他如果教导无方呢，老百姓要是造作罪业呢，那他的罪呢就比大海还要深，叫罪业深重啊。因此呢，事出世间法展现在一个团体里，团体的领导人就很重要了。我们现在把范围缩小，就说一个家庭，你是一家之长啊，一家所造的善与恶，你也是负担很重的责任啊。一家人都行善，你一家人大大小小所行的善业，善业就属于家长。如果一家造恶，换句话说呢，家长也要负一切罪业的责任。像现在啊，国家法律规定的啊，儿子违法了，父母要承担责任。为什么？你是第一责任人呢？在学校里面，老师学生出问题了，老师要负责任的，第一监护人的，道理是一样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做了这个善恶，会影响一个家庭，会影响一个团体，会影响一个国家。一个国王啊，他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去行善啊，那他的福报就大，福报不可思议。如果他作恶呢，老百姓作恶他不管呢，他要承担这个罪业呀。要做一个寺院的住持，教导寺院里的轻重以及信众，也都是一样的道理。那么信徒啊，造罪业，他们所做的罪过，住持必须承担。
因为没有尽到领导的职责。你看，你出家人呢，你当住持你也得负责任呢。你没教育好，没尽职尽责，你也承担后果啊。我们读经呢，要知道举一反三，不要看到这里认为那是国王才有的，别人就没有了，那是我们不会看不会听。佛菩萨将这些道理事项一条一条的说得那么清楚，是要我们觉悟，我们自己要修善，还要劝勉一切人修善。做一个领导人呢，实在不容易啊。现在大家都抢着做领导人，能不能叫下属都行善业呢？如果不能，等于是自己叫大家快帮我一点忙，加重我一点罪过，叫我赶快下地狱，只是这个事实而已啊。所以你没有能力的呢，你不要抢着做领导。领导大众啊，做领头人往哪儿领啊？往善，往福的方面去领，往清净的方面去领啊。所以说在佛教里面没有什么领导啊，佛教里面讲的就是教学，像世间的学校啊，他讲校长啊，负责教学的，负责纪律的呀，他都是教学的职称，没有领导。所以佛教不是来管人的，是教育。所以佛教里面没有人争名夺利，争执争夺什么位置。现在有争执有 争位置的，那就是不觉悟，不是修行人。修行人决定不争寺院里面的什么住持啊、方丈什么，那不是争的。像方丈是德行修到位了，方丈代表有修行的、有德行的人，他住方丈寮，方丈寮一丈啊，一丈地呀，没什么所求了，都万缘放下了，代表看破放下了呀。方丈寮不是很大的地方，他一张床，很小的一个房间。这修行人是，不是随顺世间，啊，贪嗔痴。这些不是啊，放下贪嗔痴，回归清净啊，积极的断恶修善念佛，不是积极的招恶呀，我们要搞清楚啊。所以居领导地位是相当的困难，即使自己不造恶业，也免不了要承担下属所造的恶业。为什么要听领导的话呢？因为这个领导是经过考核以后，应聘的。在过去呀，做领导的都是有智慧的人，有德行的人。不像现在有钱就可以当领导啊，或者找关系可以当领导，基本都把自己领导到地狱里面、监狱里面去了。那么在学校里面，这老学校的老师啊，全都是考核呀。老师有考核制度，啊，看你称不称职做老师，非常严格。为什么？你误导人呢，
你不称职做老师，你得一批一批误导多少学生啊？那么学佛这老师，你说重不重要啊？有的人不知道啊，穿这套衣服是干什么？人天师表啊，你自己什么德行、什么档次，你要知道啊，你配不配穿这套衣服啊？那可就麻烦了呀！你在其位，不谋其政啊。都把大家都害了吗？你这个形象就不好，就把众生给带到地狱里面去了。所以要认识自己呀，我是干什么的呀？搞清楚啊！像在家人无所谓了，没人管你啊。谁跟你在家人学？不跟你学呀。你要现生相了，你看就不行喽。说过去呀，祖师大德讲啊，拜师剃发了，就要依教奉行，绝对不可以自己乱跑。为什么？没学成的呀，没有转境界的功夫啊，就得被境界转啊。你出去，你的形象不好啊，让众生造业呀。谁给你提供那个因缘的，谁就承担后果，很可怕呀。我是胆战心惊，不像各位都胆儿大，东跑西窜，那不就是敢干吗？不知道自己什么德行，哪都敢跑，那不就是敢干啊？你走一路你就渡一路啊，你是害一路，你走一路就害一路，你走到哪害到哪。为什么？行不圆满啊。你看你，你就诽谤你啊，瞧不起你就不行，就瞧不起这个人，你就造业了，多人会命啊。我是越做越害怕，不是我护持大家我都害怕呀。你看我没事去各个地方就随便说谁吗？我没有那个时候，你不找我，我是不会去的。能交出去我一天都不在这儿，听没听懂？现在有人说我来护持你找人，我给你磕三个头我走了，我不会留恋这里面的是什么。为什么？我也不想要功德，我也不想要罪业呀，造罪业容易呀。你来的人你一含糊，他造罪业，你得承担后果啊。现在人谁听话呀？没说做莲花上造业吗？一身臭毛病还不让人说，你都护持不了，你护持你都退心呐。所以别好事儿，有能力呢一定发心去护持啊，没有能力呢就老实点儿。别人管好不好跟我没关系，我是轻重，他承担后果跟我没关系，他让我东我就东，他让我西我就西。为什么？哪有我呀？人家不敢说，一说这边就翻了，不管什么地方都大吵大叫啊，这怎么能行啊？像这些道理事实啊，佛菩萨在经论里面说得很清楚。所以在家里，你若是一家之长，对于家庭的
情况啊，你就负有教化的责任，这是教育。所谓教育，就是教人改过修善，就是教人成圣成贤。至于在社会上谋生的技能啊，那是教育你的枝叶，不是根本，根本是教你改过修善的。教育的根本是在德行上，是在道德上，教我们明白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天地大自然的关系。换句话说，了凡四训是真正的教育，根本的教育，这是我们应该要记住的。也就是说，你不知改过，你不知修善，你不知谦德，那就是说你作恶傲慢，心行不善，就是作恶，那不是恶人吗？那命运能好吗？游注说，不为命数所拘，不为树叶所缠，永谢沉沦苦趣，永住寂光圣境，非大修行人，大解脱人，吾能至此。道此地位，一切世福无与伦比，称之曰极乐，岂夸持哉？袁了凡先生一生修持当中啊，善业的力量超过了他的树叶，所以他的果报当生就转过来了，就不为命数所拘了。我们世间人看相啊，算命啊，如果说你的命相被人家看得很准，你不要欢喜。某人看得很准，就是自己毫无改变的能力，还被命运所转，自己转不了命运。说的越准，就证明你一点都没改，定格了。袁了凡先生被孔先生算得很准，遇到云谷禅师给他说，你是薄地凡夫，被业力牵着走，你没有能力超出业力的圈子，这就叫做凡夫。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持戒修行呢？持戒就是改过，就是修善，命运就改变了。所以你看出家人有灾难吗？真正如法修行的人，出家人没有病，没有苦啊，没有病苦，没有什么天灾横祸，哪有啊？若有就是有问题，早晚不上殿呢，整天跟领导跟执事对着干呢，这个人就得有病，有灾难。为什么？他不如法呀。戒行清净了，心行清净，哪有病呢？我们整天看病而不改变心行，那病永远都不能好啊。为什么？病根没除啊。有我，有贪嗔痴，这是病根啊。所以我们不要被命运所束缚了，要改变命运，要成圣成贤。真正是大丈夫啊，是有为之人，必须要跳出命运的束缚啊。怎么跳出呢？努力修善才能超越。善业修到成熟，再加上敬业，不但命运体质超出了宿命，善戒六道轮回呀，也可以超越。说行善呢，修到成熟，善业修到成熟了，再加上念佛，念佛就是敬业，我们就可以超越了。不但
命运体制能够改变，六道轮回我们也可以超越。安住寂光圣境，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四土里的常寂光净土啊，这已经到了顶点了。要不是大修行人、大解脱人，达不到这个境界呀。念佛得到理一心不乱，就到了这个境界。一切世间的福报、天上的福报、二乘罗汉、必知佛的福报，都不能跟他相比。这绝不是夸大的话，所以西方称之为极乐世界。好，那么今天的时间就到了啊，感恩各位法师啊，感恩各位菩萨啊。我来念这一句啊，给大家提醒啊。缘了凡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命自我立，福至我求，必造物不能独善其全，受持功过格，凡举心动念及所言所行，善恶先悉解记，以期善日增而恶日减，初则善恶掺杂，久则为善无恶，故能转无福为有福，转不寿为长寿，转无子孙为多子孙，现生幽禄圣贤之域，报尽高登极乐之乡。是